打，让你打电话啊！这年轻人，我操！等一下，死老头干嘛呀？等一下吧，我看看。哎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不用不用，我把枪拉掉啊！哎呀，这么老还出来干活？哎呀，没事，来帮你。谢谢呀，谢谢。哎呀！这年轻人，我操！会怎么样啊？我响喇叭了，你不懂个样吗？等一下吧。当当当！我时间宝贵，等你。滚一边去！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打谁啊？叫谁都没有用。方圆20公里，谁不知道我20公啊？喂，打电话。哎，喂，什么电话？小姨，出来。哎，刚才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！刚那个开车的欺负我，对啊，是我欺负的，来呀、啊！这年轻人，我操！打，让你打电话啊！哎呀，连你一起打！你那么嚣张，嚣张惯了。你挡住啊！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看你叫得出什么人来。老头子，小芳，哎，小芳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干嘛啦？干嘛啦？我是个女的，干嘛啦？怎么回事，老芳？那个年轻人呐、啊，开车，我要等一下，我拉那个柴，啊，等一下，他马上把那个柴推到进来。他是你老爸？那必须的，好不好？我想了那么久，老爸他不让我。你那么嚣张干嘛？然后我帮他推一下柴，我没有力了，又推到了。怎么会搞成那个鬼样子？他不让我。这个事情是你干的吗？长得人模狗样的，他不让我啊，让啊，弄他那点，哎，看吗？哎哎，弄他不跟你斗啊，滚开，滚开，滚！我学过武功的，哎呀，不要动啊！哎呀，你们是，哎呀，你们这个是泼妇圈吗？站好！你敢得罪我们四大美女？没有啊，我怎么敢得罪我？有没有事？我不知道他是你老爸。哎呀你也不用打了，也不用打了。哎呦我的妈，不用打了。不用打了，你不用打。那么嚣张，嚣张。哎呀，不敢。长得是嚣张子。哎呀，不知道当个是你老爸吗？看你还是嚣张。哎呀，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你们是泼妇圈还是恶人圈呢？什么叫泼妇圈？什么圈？哎呀，你笑了，他笑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那太贱了！你帮你帮我剪一下，还喜欢我？游戏，他是喜欢几个也不喜欢你。我跟你讲话好了吗？我是水母沟的人哦。水母沟？哎呀，水母沟？你水母沟？哎，帮一下我，你看，他笑，还笑，看我小妹干嘛？那太贱了！笑了，不要那么凶，跟他讲道理。讲道理，知道错没有？服了没有？啊，服不服？我帮他把车拉起来嘛。道歉，道歉。还是要给个微信。向我道歉，跟我爸道歉。啊好，啊，对不起老丈人，对不起老丈人。谁是你老丈人？这年轻人，老丈人。哎，对不起老婆，说错话了。哎，对不起老婆。你还说？谁是你老婆？他说。哎呀呀，他笑我笑，给个微信呗。你要照着我。还微信？还微信？还想调戏我小妹？哎，不敢了，不敢了。还嚣张？不敢了。没这个脸皮这么厚的，真的有这么厚，真的是。哎，不嚣张了，不嚣张。服了没有？跟他讲道理。服了，服了。服了没有？服了，服了，道歉去。啊，对不起岳父。不是你岳父。严哥。啊，对不起老婆。谁是你老婆？老婆，老婆，老婆啊。啊，对不起老婆。那啊，对不起事的情况。这样差不多。把那个拿起来。嗯，好，拉起来，把那个。不要打。凶了你们！你们是做了名的，你们是朵金花，你也敢得罪？我要你们把刀子走！你那个皮干嘛吸了淘汰呀？没有啊。没有，那你干嘛要这样子？不客气。还来呀？哎，他笑笑了，他向我笑。谁笑？谁笑？你笑？你是我小妹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太贱了你，太贱了你，你真不是个东西。不要不要，我找他，我找。走不走？走了，走了。哎呀，今天我要去吃烧烤。那太贱了你，太贱了你，你真不是个东西。真的是，没见过这么脸皮厚的人。别过来拉台了，年纪这么大了。走了，回去。